今天必须结，今天必须的。我要跟小梅一个大大的大大的。啥时候结婚？今年，今年必须结，今年必须的。他对我那么好，对孩子那么好，人那么好。我要跟小梅一个大大的大大的。我现在是一个月，我每天起早贪黑，明早上八点啊起床，但九点开家长会。宝宝们，我今年43了，头发还挺多啊，也没秃瓢啊，然而人呢也正常。小梅也在北京，我跟王总、小梅，我们三个一块回来的。小梅一定要生，生几个带几个。我们出去吃饭，他都给我们夹菜，给我搭档还有我，都是给我们夹菜。吃吃吃，别客气，没夹，真的，他很善良。